他想要做什么，他我就跟人家很自然的互动，他自己会去找。你如果要我，他要把我硬摆那个姿势，我也摆得很难过。还是你就很自然，他叫他随便去拍嘛。小心点，你给我小心点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哦。来，这狗要来吃的，来。我后面那几个帅哥保镖都可以啊，你看。想当明星吗？哎呦，不敢的，这不敢的。明星是不是很辛苦？不是明星辛苦，明星都给我糟蹋。人家叫我摆什么 pose， 摆什么，叫我蹲下来，我就不敢站起来。还要半蹲。对啊。还要假笑。对啊。